先来分早餐。玫瑰咖啡。把咖啡和玫瑰花瓣放入。放入后压平。好后装上咖啡机。浓缩咖啡。牛奶打奶泡。花有点失误，把玫瑰花瓣撒上。咖啡配蛋糕。来探店这间 Qmart， 它是迷你炸货店。我们进去看见没有卖什么？这边是一些100号的冰淇淋，跟一些中国跟本地冰淇淋。这边是一些酱料，辣椒酱、调料味。这个整个冰箱是饮料、酒水。来弄一圆，把番薯蒸熟了放入面粉搅拌，弄好后就装入模型里面，放入模型冷藏成型后再按下来，把水煮沸后把成型的芋圆放入，这里在煮的是珍珠，煮好后把珍珠和芋圆加在一起，再放入一些番薯，再加入一些糖水，看个人喜欢就可以享用了。来吧，呗，这里吃晚餐。见面大的加烧肉，今天来探店这家不卖咖啡的咖啡馆，店名非常简单，名为23。这间店是使用 Nico Nico 的抹茶粉。小姐姐发现镜头了。抹茶粉在不停地被搅拌着。新眼镜，新鞋。你来拿眼镜哦，新眼镜。
看电视机。今天来潮记餐厅吃下午茶。